它呢就是来解决任何肌肤的问题，它也是我们跟那个团客招那个博士研发的，所以它里面的配方都是针对皮肤做修复。对，而且啊，它里面就是我刚刚讲了，它的那个糖脂神经酰胺的分子是很小的，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地方就是可能有点过敏开始痒的时候啊，通常会有点热热的，对，然后那个热热的你只要拿这个喷雾一喷上去，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灼热的地方帮你瞬间的去补水，然后让你的那一个肌肤的那个不稳定的状况你真的会感觉到马上康荡下来。对，如果痒的话真的就是它就是修修，然后再拍一拍，真的就好很多、啊、它就马上瞬间止痒，而且它是连脸都可以喷，所以其实如果今天你是去比较热的地方，热带国这样整个晒，然后你的肌肤开始有一点点过敏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在那当天就是睡觉前的时候保养的时候，就是先喷这个，是手干裂或者是被割到或什么的话，我也是喷这个。我们里面有一个三大明星成分，就是我们的乳香。你们知道乳香很贵吗？知道，它是埃及艳后的保养，对，最爱的秘方。乳香小小一颗，其实就非常贵。除了加了乳香以外，让你的肌肤获得新生，它还有维他命 B5， 就刚刚讲了，它其实就是提高你的肌肤的防御力。对，然后让你的肌肤可以更加的稳定，对，再来就是更能够渗透到肌肤底层，再来就是白下菊了，神奇的白下菊，小小一朵白白的，但是它却可以有很独特的修护，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今天觉得这里有点过敏，不管你是皮肤炎湿疹，或是突然一个虫飞过去有点让你觉得痒了，蚊子也是马上喷。